掉了一身皮，甲盖里头。嗯，我说让你把前面揪住，前面也长。嗯。他老害怕那肉扎肉里头，他就不愿意绞前头。跟绞前头不发生关系，主要是两边的问题。嗯、你前头你觉得掐起检查是没有。听着了没？以后前面能绞。对。他不能被抠两边就行，正常两边被抠他了。别动啊、哦！发炎了，别动。你个手指头都加疼了，真是！哎呀，我的妈！